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寻找意义的旅程案，这个怒犬哦，升华一的关卡啊，基本上关卡难度不难啊。这个武力暗符石，又武力光符石，那我们就分开转哦。基本上刚应该是不用转了，因为我刚已经看到了，我有武力的那个光了，可是我转太快了。哦，那叫五光，有点白转了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白转千回的。哦，因为第一回合他技能帮我们重置，所以还蛮 OK 的，防御力都蛮高的。我想应该是这样打。总之，这种共生的，就是全部都一起打就对了。如果没有全部要一起打的话，就略过这样。哎呀，既然这样就打他掉，哼！懂，这是失败的一击哈。所以我说要全体攻击嘛，单体攻击就会歪掉了。一滴血，这个也是一滴，所以我先摸它一下了，然后再摸这只。摸错了，操！我刚没有消掉了，哎呀，在干嘛？就这样了。好，现在炸猪太多哈，就尽量赶快把炸猪处理一下。看他血量，这个就是还在多打一下的意思就对了。然后再来一个全体轰下去。将解决。哦，这也是共生，打法跟刚刚那关一样啊，所以没什么太大差别。棒棒！趁他还没大复活之前，赶快把它处理掉。好，升华一解决，谢谢各位的观赏。等一下再来为大家这个做升华二的突破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